你哋等我开工啊，等妈收工，真系辛苦你哋啦。我准备咗一份惊喜送俾你哋。2021年8月5日系一众人夫嘅噩梦。Mira 嘅 Anson Low 神神秘秘咁整咗杯嘢。我仲特登提议呢一杯 special drink 叫做粉红教主，而呢一份咧就是、我想送俾神徒嘅礼物啦。要嗌 Food Panda 先有得送，搞到 Channel C Office 未到11点。仲系早餐嚟噶，未试过买麦当劳买得噶。你以为佢哋想饮杯嘢咩？佢哋想要张纸咋？紧张啊！啊！啊！执嘢捞下先。喂呀，冇执得到啊！喂喂，冇啦！喂，冇啦！咩啊？喂，翻翻转头先。What？ 有嚟咗啦！两个人嘅餐嚟，快啲食下。嗰啲杯垫系贴咗喺呢度。诶，有两张唔同嘅。哇，工作再攰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啊！诶，我哋仲有，究竟我哋抽唔抽得中晒三款呢？啊，系一样噶，冇第三款啊！已经好感恩噶啦，因为仲有好多人比我哋不幸。啊，三个都相同，到底点翻去交差啊？求下你哋，十六个唔好再代言嘢食嘢饮，真系会食死人噶！再咁落去，至于味道系点，去翻 Channel C 个 Facebook 睇片啦。最后，唐伯斯为一众人夫祈求身体健康。教主祷文泄露，我们在台上的教主，不叫我们遇见广告，救我们脱离灾难，因为室外、室内、衣食住行，全是你的，直到破产。阿门。我知教主能带领我经过一切。